2014年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暨亚运会选拔赛今天继续在长沙进行。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男子69公斤级的比赛中，浙江队的石志勇凭借第三把的155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名。伦敦奥运会这个级别的冠军得主林清峰以第一把150公斤的成绩排在了第三。随后的挺举比赛，林清峰的发挥有所提升，他以187公斤的成绩排在了首位，而石志勇则举起了185公斤的重量。最终，石志勇总成绩340公斤获得冠军，林清峰以3公斤的差距获得了亚军。